温家宝说，刚刚结束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表明，团结发展合作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中日作为有影响的大国，应该携手为东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，这符合两国和整个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。双方要加强高层沟通，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，在经贸领域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，开拓新的合作领域，实现互利共赢，扩大人文交流，促进民间友好。中方愿与日方共同努力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进展，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。玄野光一郎表示，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，日中关系稳定持续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，对本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。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于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，愿以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，改善两国国民感情，扩大互利合作，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。